其实今日十四天对真侪对国外等个台湾的民众来讲是真歹过、真艰苦的两礼拜，也不依然都让人过甲真自在。宜兰市有一个姓游的小姐为国外等个台湾了，伫其他检疫的第五天，雄雄想着要食羊肉炉，结果人冇食到，伊是安怎食到的？看了你就知道。我最爱的阿姊。阿姊甲你斗送点药剂，大家看起来真欢喜。啊，因是伫咧耍啥？原来是居家检疫受邀啊，厝里的人斗相共送食的来。来喽！这个伫咧居家检疫的尤小姐，为隔离第五天，想要食羊肉炉，请店家外送。伊用冬菌锁甲食诱起来，后即马想要食好料的，变作便利的。拿到我的 whisky 了！关在厝内，伤欢喜啊！爱搁啉一杯 whisky， 拿来搁大冬面线、烧青草、便当。小姐讲家己就像伫咧做月来同款。啊，若安尼做，敢袂使？卫生局讲原则上是无问题。原则上，他也是没有跟人员有接触量。不过，我们这边还是要提醒，就是如果说他在把酮菌绳要放下去之前，可以用酒精先把酮菌绳做一个消毒。居家检疫，隔离者爱给你袂当跟人有接触，上家的人嘛爱给你挂嘴安，手嘛爱消毒、洗过。但如果没有篮子的话呢，我们就会直接绑在那个他放下来的酮菌绳上面。嗯哼。然后用这种方式呢去做运送的动作。那是最好方法，未去吸到对方，用冬菌锁来送食，安尼做是无问题。